哎呀，好香啊！我也不给你吹啊，你在我们衡水来说，你不行，你再多待几天，你说挨着尝尝，赶上我这个的不太多。老头大锅菜了啊，十元环保啊，馒头米饭随便吃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河北的衡水市。提到衡水啊，大家都会想到老白干，但是衡水的大锅菜也是非常出名的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个70岁大爷做的路边大锅菜，听说他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加工，然后中午去出摊。现在我们进去找一下。大爷你好。啊，我想打听一下，这前面说有一家一个大爷做大锅菜的，是不是在这边？对啊。在哪里啊？就在这前面是吧？啊，对，在这儿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啊，您就住在这边吧？哎呀。啊啊。啊啊。早上起来活动活动哈。啊，吃饭了，吃饭溜达。吃完饭溜达溜达。啊，这边。哦哦哦，看到看到看到。哎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哈，再见再见，大爷。哎。老头大锅菜。油糖。炒糖色的这个。对。这东西不能炒老了，炒老了苦了。这里面大概有多少肉啊？刚不到16斤，15斤多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自个兑的酱汁儿。啊，我看好像有点那个腐乳那种味道。啊，有那东西。啊，酱油不是，红烧汁儿，这才是老抽呢。啊，这是老抽。对。大叔，刚刚你倒的那个是什么？那是酱汁儿，那不是那个红烧汁儿。哎呦，您这里面这个调料放的还不少。酱，好看吗？颜色？哎呦，这颜色漂亮。啊？漂亮漂亮。哦，这个直接就炒起来了，现在。不行，一会儿兑汁儿，兑完汤以后再倒里头炖。我这个麻烦，人家那个简单。我看他们烧大锅菜，直接就放在锅里面焯一下，然后把菜倒进去就行了。对，要不它难吃啊。我这是标准的传统做法。就是我们农村的原来红白喜事啊做的那种菜，就做大席那个菜啊。对啊，漂亮漂亮，肉做不好菜也好吃不了啊。这个是什么汤？这是煮肉的汤。啊，煮肉的汤。嗯。啊，这还有蘑菇葱姜蒜啊。对。这是什么老汤啊？这是蘑菇汤。哦，蘑菇汤。对。啊，现在要把肉倒进去炖了。对，开始炖了，一直炖到9点半。起锅了，这会儿。这个白菜外面一层扒掉就不用洗了哈。不用洗。啊。洗了以后一焯，老是出糖。会出水哈。对。基本上老叶子都没有了。看我干活像70的吗？您今年有70了？快了。啊，看不出来。上午半天啊，就忙活这一锅菜哈。对。现在啊，我们这边过大秋呢。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大秋是不是就是收玉米？就是秋忙啊。对，人少。啊。现在所以说不敢老的做。这东西啊，就怕剩。不能剩，对，一剩就完了，一剩就扔。阿姨，这个是提前把碗全准备好哈。啊，对，不然他拿回来就。到那边就省事了，这个就不用洗碗了。啊，这回来它有点哎漏了就洗洗，有的就这也也得洗一下。啊。这就洗一下，能躺一下子。岁数太大了。干的太多了，累得慌，有点事儿干就行了。葱姜蒜，他们做菜有这吗？这个扎的还绿点哈。对，不要，弄不过来，不累。要不我岁数大了，不愿折腾了，这东西不要了，全部扔掉了。这什么粉条啊？这个？嗨，说是红薯粉条，实际不是。您这个是剪下来要泡一下哈？不要泡。啊，不用泡吗？不用泡，
泡了以后那凉水都吃饱了啊，就吸不进那个汤味了。对，一吃粉条那个水不囊饥的啊。这还放点酱。对，下白菜冬瓜。你拍了这么多家，有这么做大锅菜的吗？还第一次见。您这个都是分开炒的哈？对啊，这个比较入味啊。这一锅要放多少白菜啊？不到60斤吧。啊，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说起来就长了，在部队上也干过。啊，您还当过兵？当了7年。啊，老兵了。一直在炊事班。啊，原来在炊事班就是做这个大锅菜哈。对，大锅菜、炒菜、焖饭、馒头、包子。从专业复员回来，在村里有大喜啊、红白大事啊，都是我的事儿。这东西不炒一下不好吃，这东西做东西必须到位，不到位也不行。但您这个好像做起来有点麻烦。麻烦好吃啊。加豆腐。我们这边叫水豆腐。这一锅、啊、大概能做多少碗呢？慢慢的，120碗。您每天就是固定就这一锅哈？也固定就这一锅。多了不做。多了不做。放肉。开锅就差不多了哈。不行了，得咕嘟一会儿。您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？10块钱管饱。就是随便吃。随便吃。馒头菜随便吃。啊。看你这里面好像还放了猪血是吧？不是猪血，血豆腐。啊，血豆腐就是那个鸭血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们多有的大锅菜啊，都粉条都泡了，咱这个不泡，就是干粉条。对，干粉条，这样能入味儿，10几分钟就行了。粉条，再烧10几分钟哈。没问题。啊，这东西啊，大锅菜啊，必须就什么时候开饭？你比如说12点开饭，嗯，那不好，11:40，好了。你想那一天，嗯，那个11中开学，一锅菜全部包了给我。那一锅包多少钱呢？1000块钱吧。1000块钱还是包好、啊、包好包你省事啊。但是你要你卖的话不止1000吧这一锅、啊、嗯，卖不了1000啊。这是味精吧？对，放鸡粉。鸡粉最后放点蒜。蒜末。就像你那个零售啊，最快的一锅菜卖过多长时间呢？不到12点。不到12点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，啊，2个小时，11:40，啊，不到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你看这大锅菜，油汪汪的，看着就想吃。想吃一会儿，尝尝吃去。1个月1吨白菜，这还不算冬瓜。啊。我买一根大锅菜行吗？行了，一会儿，刚放粉条。大姐跑到他家里来买大锅菜了。啊，在这住哈。你以前吃没吃过他家菜？吃过，挺好的。挺好的哈。啊，还带着保温桶来的。你那个每天出摊也怪费事的。哎呀，麻烦。装卸。这一份也是10块钱。啊。你这还变成拖挂车了。出摊了。工地上吃的多，一个人都4碗夹子2碗菜。那他就不赔了吗？这个不在赔赚，他都是出的这个心为人民服务。不在赔赚，他都是为了挣钱，他都给人们预防的。打包这个怎么算的？打包也10块。也是10块，就这一下啊。这个打了多少份？这个7份。7份哈。馒头，大锅菜10元管饱了。我来没有了。几碗？8碗。8碗了。啊，好嘞。有馒头是吧？有。我那宝贝儿也来。好嘞。稍等一会儿，美女啊。1、2、3，6份了。5、6。是6份的吧？啊，6份。有筷子是吧？有。我看那个打包还挺多的，你这哈。嗯，有时候很多，有时候。像您遇到这个最能吃的，能吃多少呢？这个吃2碗菜，7个馒头。
两碗菜七个馒头啊，那你不赔了吗？现在个赔也没法啊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拿勺子，你还有碗，自个盛。够了啊！大哥，他家大锅菜你以前吃没吃过啊？吃过，吃过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不赖，不赖哈。啊，自己动手了哈。俺不赖，老板懂的。老头儿倒个菜啊，美味啊。咱吃了一年多了，我吃这两年了。家里那个一碗够啊？不够，就是还吃吧，没啥。啊，一碗那个什么，又加肉了，这一锅啊，很快都下去一半了啊。这就要没了，来一盆就完了。帅哥，他这个大锅菜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哈。以前也来吃过吧？够。下这一碗你够不够啊？不够，还最后一碗。还得再来一碗哈。啊。各五块钱一碗，凉菜要吧？在这儿，大锅菜啊，环保啊，馒头、米饭随便吃啊。到时候我们两个人给我们来两份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了，来点香菜，还有辣椒。这就是衡水啊，路边大锅菜，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。它这个大锅菜里面主要是这个肉，还有鸭血、豆腐、粉条、白菜，好，还有这个冬瓜。哇，这个大锅菜味道做得正，它这个肉啊是单独一锅炒出来的，然后呢到最后啊跟这个白菜一起再放到里面炖。哇，这个肉炖得太香了，难怪大叔啊很自信说在衡水啊比他这个大锅菜味道好的不多。我感觉他这个肉做的比红烧肉还好吃。其实我吃了很多那种知名的大锅菜，但是呢我的个人感觉啊，这个大锅菜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大锅菜了。我已经吃了两三块肉了，这里面还有呢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，啊，这下面还有。这大锅菜配一碗米饭吃的太爽了。大叔啊是个退伍老兵，那时候啊在部队啊炊事班就做这个大锅菜，每天早上正常五六点钟他就开始忙活了，到十点钟出餐，一天正常也就做这一锅，能卖个千把块钱。有时候啊你还真别小看这个路边的这种美食，甚至于比那些大店做的还味道还要好。
人不多，啊，就是周六周天比较人多，就这个点就排队排挺长了都。后面那个是你女儿吧？啊，对，闺女。几个小孩？三个，两个闺女一个儿，得干呀，是吧？努力挣钱。三个孩子长得可漂亮了，他媳妇漂亮，又高又漂亮。啊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这里是山东滕州的奎文农贸市场。今天啊，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全山东乃至全中国最便宜的辣子鸡，30块钱一份，就是前面这个小摊。帅哥，你找的这个是辣子鸡是吧？对，辣子鸡。哦，一个人管三个锅啊？哦，厉害厉害。哦，他是咱滕州的网红哈。啊。他家这个辣子鸡您吃过吗？哦，一个礼拜吃两三回啊。啊，您觉得味道怎么样？你用的这个是什么品种的鸡啊？是黑腿。黑腿鸡。对，这里是黑腿鸡。哦，那你现在是怎么卖的这个一份啊？这一份30的。30块钱。对。啊，这一份就好了。那袋子。来潮嘞。啊，来潮嘞。我好像来早了哈。帅哥，你正常下午几点钟出摊啊？下午5点来不？啊，哦，我看你这里面好像才掺了土豆片是吧？哦，对，土豆片。你炒的这个是咱当地的这种风格的辣子鸡，还是枣庄的呢？枣地的这种，咱滕州这边的。和枣庄的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他们都放咸花椒吧，还有料不一样。你说的这个黑腿鸡啊，是指的是什么鸡啊？这个当地的小麻鸡。啊，小麻鸡哈，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种麻鸡。对。啊。现在生意怎么样？一天能卖多少只鸡呢？现在可以下午40来岁吧，是吧？啊，那也可以啊。啊。你这个土豆啊，是要不要钱呢？这条虾？不要。啊？不要。不要钱，免费的。对对对，这是一份三十。哦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枣庄辣子鸡的经典配法，螺丝椒，这一份应该两个人吃够了。对，应该够了。啊，这边这个就是辣子鸡的调料哈。对对对，这是调料。这啊，这是辣椒。对，辣椒是带着大料。啊。甜面酱。这甜面酱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老抽吗？当地的备料用。啊。对，炒辣椒用，这是醋。正常炒这一锅啊，要多长时间？10来分钟吧。那还挺快的哈。对对，这个挺快的。到这边来买这个辣子鸡呢，主要就是周边居民哈。啊，对，现在住的，经济实惠一点。加点土豆，看起来就更多一点。对对对，更实惠一点哈。这边这个小饼是另外卖的是吧？对，是另外卖的。这个怎么卖的？6块钱一份。6块钱一块。这一份就差不多了，快好了。啊，这个颜色配得漂亮。辣子鸡出锅了。你们就是滕州本地人哈？对。啊，那这个小助理出摊也挺方便的哈。有大料跟秋椒。你这放大料都是有数的放几颗哈？对。放多了味不一样。啊。对，大料有放多少颗。帅哥，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这个。干了1年多了吧。啊，对。那你原来是做什么的？原来干厨师都是。啊，对，这都专业超级，干了快20年了吧。你年龄得有30岁啊，今年。35了。像你这个卖30块钱一份啊，还有多大利润呢？利润少点，3块5块的配的吧。啊，一份就赚个3块5块的。对，咱求量多。啊。他说咱们出经济实惠给介绍。哦，这都是切好的土豆。对对对，帅哥，那一会儿给我们也炒一份，行，我们尝尝味道。您能吃辣不？微辣可以吧？微辣，啊，行。大哥，你这是做面条哈？哎，是的。给我来碗手擀面。好的。我手擀面来了。哎，好的。哇塞，这个量太大了吧！他家呢是没有地方堂食的，所以我们在隔壁啊找了一个面馆，煮了一碗面，来尝一下他这个辣子鸡。啊，这一份是30块钱，感觉这个性价比啊还是比较高的。来尝一块，
它这个炒的比较焦，感觉啊像油炸的一样，吃起来特别香。嗯，味道还真不错。我们以前正常吃的那个辣子鸡呢，它是不放土豆的，但他家这个是放了土豆的，看起来是更实惠一点。这个土豆夹是免费的。滕州的手擀面其实它也是蛮出名的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肉丝手擀面，这一大碗8块钱，实不实惠？30块钱一份鸡加8块钱的手擀面，38块钱。他家就是小夫妻俩在路边摆了一个摊，然后每天下午呢5点多钟出摊，专门做这个辣子鸡，感觉他家生意还是挺好的，不断的有人过来买。我不去享受别的享受，我还是靠我的劳动，不打牌，不串门子，搁家他们一上班，我一个人有点无聊啊，出来开开心，晒晒太阳，给我挣点挣点，不挣点省点，就是挣了，他卖的好得很，啊，他天天就是上100块钱嘛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陕西的西安市，今天啊要带你们去看一个90岁高龄的奶奶，居然坚持每天还在摆摊卖小吃。这里呢叫三林街坊，现在是上午11点，一会儿他可能就要出摊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奶奶出摊了。我一天天忙，每天很忙哈，每天就是您自己一个人忙啊？我一个人忙，这两天家的事儿，啊，有点事儿，可儿子住院了啊，明天得上检察医院送饭。您今年高寿了？就是90岁了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哎，他要没有这个事儿，我还好一点啊。他是一出这个事儿，我心都冒啊。这些串串都是您自己加工的？我自己做的。奶奶刚出摊，这些小朋友就来了。哦，奶奶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？这个都酸呀。啊。哪有凉呀？这个是豆皮。这是那个人造肉。啊。这是豆腐皮。这是豆腐皮，那是人造肉哈。这是面筋，这是个面，莲藕。这叫什么？叫个莲藕。哦，莲藕。啊。啊。海带、茄子。啊。丸子。您这个串串现在是怎么卖的？5毛一串，都是这个给这个拿。这是生菜啊，生菜好吃很，可贵。那青菜要10块一斤，你看我卖不成，一斤就挣到一半。啊。我一煮牛了。对对对对，这自己吃的生菜啊，我也抓了一把，啊，都穿进去。生菜比青菜还好。现在都是学生放学的时候。2块钱，要2块到3块。奶奶这个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啊。好吃啊。一出来孩子都是问你饭不走，啊，你饭不走吧。您每天中午啊都是准时这个点出来哈？啊，12点钟左右。12点。啊。他们上课我就要了。你要2块，拿10块。吃了钳子再扔啊！吃了那个钳子给我搁这儿。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应该休息休息了。真的，我生活不难，我真是不难。啊！我一个月拿2600多，我喜欢给这孩子一叫我可高兴。拿2块。你要2块。我也会做。你也会做啊？嗯。啊。要3块啊。哇，好香啊！我老家是河南人。哦，您是河南人。河南洛阳。啊。龙门石窟的。我10的时候我妈死了，13的时候我爸死了。那家里那几年遭灾，吃也没吃，喝没喝，我们连个盐都吃不上，咸盐都吃不上。奶奶找妈吃5块钱的。来，找妈。5块钱。我们那光种红薯，一年过年月人分这么大个小馍，全村人都没啥吃。啊。这给我。这是给我卖给我的老公。哦。我老公干啥？老公收破烂的。都说问我你吃啥营养啊？我说我从小到大没吃过营养东西。我吃饭饿了吃，现在我还是不饿，不吃，不吃零食。啊，不吃零食。水果我也不吃。人不在那，我的心开了。心态好。心态好。啊。吃苦不嫌苦嘛，都是为了锻炼身体。跟着孩子一大人了，啥也不想了。啊，你看我眼还能看见人，真我耳朵还不聋。哎呦，这个做的好漂亮，这都是您手工做的啊？都是我做。那您这手好巧啊！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沙包。你们也玩？小朋友们会不会玩这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玩过。他们不知道玩了。啊，他们不会玩这个。
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个东西。一天全是丸子。对对对对对。一天我都做跟不上买。啊，那您这个做出来也是卖的是吧？卖的。啊。这一块钱的给我们六个，他都不知道咋玩。啊，这个小的一块钱可以买六个。啊，你要是搁家一不干，你不跟孩子玩，跟孩子长不了，跟我孩子长不了。哦，我就是这样的心情。像这个每天出摊大概能卖多少钱呢？这也没不能卖个10-50块钱。都能卖完吧？啊，到等到我回去就完。啊，回去就卖完了。啊，这个签子还要回收哈？不是，还用那个老车间来。啊。他搁这颠住都颠，一下颠住了。啊。你回去还得雇呀，交一回。这个还得用。哎、啊，这搁到一起。啊。结果他放上了蒸馍的煎时间啊，一煮，哦，放时间煮一下，时间没有啥污染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用过开水，挂上两勺的碱，烧开，煤气灶也。啊，你们看看这个奶奶90岁这种精气神，哎呦太好了，奶奶给我来10串放着，钱放着。哎呦，花长，您收着，麻烦您，我来尝尝您这个做的味道啊。你随便，这个是土豆哈，土豆，你随便，这是莲藕啊，海带啊，海带，哎，我随便拿几串尝尝味道，这个是，现在还不冷，这个是茄子哈，啊，茄子，好，没事，小丸子，好了。有菜花，啊，哦，还有菜花，这个是菜花，来一串。啊，这个就是酱哈。哎，这都是甜的，这都是搁那大锅里一锅煮。料水。很简单。啊，这个就是里面它放了那个辣椒粉在里面的哈。麻辣。它这个吃起来呢，就是咸咸的，然后带点辣味。这都是辣子说自己压的。啊。调和面也是自己配的。辣的也是自家做的哈，啊，买的辣子卷，这个就叫人造肉，你也吃，人造肉，你也吃，5毛钱一串，啊，5毛一串，值不实惠？孩子有那么钱，那就那5毛钱。